我已经有提出书面的辞呈，那也表达负起责任，一方面是政治上的责任以及善后的责任，希望长官能够成全，希望长官能够成全，希望长官能够成全。今天到台东，那跟刘兆豪委员一起到这个殡仪馆，一方面关心这些罹难者的后事还有这些家属那另外就是到医院去慰问受伤的的这个的人那我们已经定了17号会在台东来举办公祭这些后事现在也在办理中。那有关于罹难者跟受伤的还有他们的家属的权益我们在交通部也已经成立一个就是权益保障关怀的工作小组，然后会建立一个一对一的窗口来协助他们，来保障他们应有的权利。另外当然卫福部方面也成立一个就是有关这次捐款的办理的一个要点，我们交通部也会参与。我已经有提出书面的辞呈那也表达负起责任，一方面是政治上的责任以及善后的责任，这个已经陆续告一个段落那在后续会举办公祭也会呢完成通车。那我也表达我自己这个很清楚的决定也希望长官能够成全。这个是我把这个最后的这些善后的工作做好那我会就是按照我对外的这个承诺那辞职最大的一个一种不管是政治上或良心上的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是部长，那您会休息一阵子吗？还是这个就等这个事情我们都告一个段落之后我有目前没有其他的想法。